有用耶，开始了，我看我看，有人，还不到三点，有没有陷阱呢？有没有陷阱呢？没有。换门陷阱。下起雪来了，三点开始下雪。对，你要做预报很久。推不动了。对，我刚也觉得我忘记了。坐着走。对啊。叹气，叹气，好，往左边走。还想滑吗？还想去吃喝滑吗？还是你都累了不想滑了？没有，要维持自己的肌力。也就在，而且志贺比较让人感到安心，所以开始练技术。往柱子左边，柱子左边比较有前进的动力，有吧？
下。没有，它就跑在这边。我以为外面是下多大，是不是？很大啊，风很大。哎，这趟就下山了。差不多吧。你觉得呢？是啊。两个人今天怎么很想打混的感觉？没力气了。好吧。我要睡，我今天重点是我也要睡午觉，我怕我晚上打瞌睡，不然一定打瞌睡的。那我们一起睡午觉。嗯。好。妈。嗯。那你还比较开心吗？嗯。啊？是。你怎样啦？一天今天你又哀哀叫。累累的。昨天你也哀哀叫，今天也哀哀叫。酸的状态，我也会酸啊，但是就撑一下啊，嗯，它就是一直酸啊，就撑一下，已经习惯撑一下。那你不会这次要走一出缆车下面吧？等下偷看一下，但是现在雾又变大了，感觉不大行。所以仙塔。嗯。诶？诶什么？我们啊，之前加速断了之后呢，就会走柱子右边那边回去。柱子右边？这个柱子。嗯。右边那条路。我说，如果缆车旁边下接这个绿线的时候。回去的加速是那个，对，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条路。我说另外一条路会不会加速比较高？我觉得这种地面，我的脚趾都不会动，真的不会动。一直酝酿着想睡觉，你有吗？我一点点，因为我昨晚睡得比较少。今天已经是赚到了，对我来说，嗯，啊，嗯，我还觉得今天下雨天了嘛，我就一直在干涉，今天下雨就不要滑了，还好不是雨。不会带我们下到山下那边下雨、啊、不会，今天是现在开始都是雪了，温度变低了。对。不过为什么雾还是这么大？我觉得不大对。你说都已经变雪了，湿气。嗯。这种雾都没了，像现在又没有雪啊。哎，有哎。是雪啊，飘的，粉粉的、啊，在我们面前的窗户上。今天晚上又有抽鬼牌可以看，嗯，最后一集了。什么东西？抽鬼牌啊，
哦哦，那就看你要睡几个小时。开机很慢，那就随便它慢慢来，但是就是张开眼睛。要五千了。哦，要下多下点，多下点。明天看能不能进来这里玩。的那种深度，所以待会你不走这儿？不要啊，这种刚下的深度不会很多了，就是不会有我们那天玩的那天那么深。橘棒棒可以，但是至少有五根啊，我觉得。你先了。
因为我一直在他后面等，他就一直在那边。没有啊，走了。对啊，我刚存下来的力气就拿来这样拐啊拐，拐到下面大概就没力了吧。看到我的有多慢吗？有啊，我就在你旁边平行前进好了。我在那边闹 S， 你直走。这也比较低啊。这是我的板子刮痕太多哦。应该不是，主要板子的长度跟站法问题吧。是吗？因为是这种有，这里也不薄，不没有带的。上往下看才有一点，下面看不到。走吧。你要走右边。
没有右边啊，就下面啊。费力气，好累，好累，好累，啊，靠，脚好酸了，啊！我刚这样滑吧，脚很酸啊。好吧，改成交叉，来回来回侧降好了，试试看。太累，对啊，下面嘛，下面比较热啊。嗯，上面有点蓝，了不起，唉。
偏右边，偏右边，偏右边那边下，这边土刮大了，直直下就可以了。上来，上来，耶呼，上来！不要倒退的哦，叫你上来的意思就是留点速度冲上来。哎呀，哎呀呀啊！算算算，不错吧？对啊，两边撑的秒数不一样。左脚平常是比较强的那一脚。对啊，你说左脚撑比较不脚？因为是脚怕痛啊。哦，那是不同的原因啊。上面有人在喷喷哦。好像有，是不是？有啊。他在喷血血。好了，还在喷呢，他还在喷，喷他的血血。先不要戴，先不要拔，直接喷。
都不要把雪具拿下来了。